2018女排亚俱杯最佳阵容出炉，江苏女排王晨月和荣万千百入榜。2018亚洲女排俱乐部锦标赛圆满落幕，决赛泰国队13-25、25-21、25-18、20-25和16-14击败日本 NEC 红火箭队，卫冕成功，并取得了世俱杯的参赛资格。季军战也打满了五局，江苏女排25-20、25-23、21-25、17-25和15-12战胜了东道主哈萨克斯坦阿尔泰队，赢得铜牌。本届亚俱杯的最佳阵容也随之出炉。MVP 阿耶查拉彭，泰国春武力至尊；最佳二传荣万千百，中国江苏；最佳主攻阿耶查拉彭，库巴塞维奇，哈萨克斯坦阿尔泰；最佳副攻沙沙科娃，哈萨克斯坦阿尔泰；王晨月，中国江苏；最佳接应广濑七海，日本 NEC 红火箭；最佳自由人岩崎沙耶加，日本 NEC 红火箭。江苏女排两人入选最佳阵容有点意外哈，看能数据统计靠前。其实两人发挥的都不是自己最好的水平，尤其是荣万千百，在 VTV 国际女排邀请赛还曾为凋零于救场，挽回败局。这次独挡一面还是略显稚嫩，本以为这次 MVP 肯定属于亚洲第一二传努特萨拉的，能击败前辈拿到这个奖项，小姑娘除了倍感意外，还特扬眉吐气哈。还有名言靠拦网活着的王晨月，继 VTV 拿到最佳副攻之后，连着拿到了亚俱杯的最佳副攻。如今王媛媛受伤，不知国家队会不会重新征召这位有着古典美的江南姑娘呢？颜值是杠杠的。